首先长按三秒，待测绘器闪烁后快速短按打开测绘器。打开极目 J100AP P， 点击设备管理，选择测绘器并点击扫描，等待设备出现，选择相对应的设备号。返回首页，点击植保作业，点击右侧扩展栏，点击地块，选择需要测绘的地块，点击右上角将测绘模式选择测绘器模式，手持测绘器及遥控器移动至所需作业地块边界点，点击打底按钮。需要确保测绘器信号良好，方可测绘打电。根据地块形状，顺时针或逆时针围绕地块边界点进行相同操作打电。完成后点击保存，即完成测绘器测绘。接下来是障碍物测绘。地块内障碍物支持普通障碍物和圆形障碍物两种。普通障碍物测绘与边界点的打点方式相同，手持测绘器，将点类型切换为普通障碍物，围绕障碍物保持安全距离进行测绘。当使用圆形障碍物时，测绘器要尽可能靠近障碍物点击，记录障碍点。测绘完成后，点击圆形障碍物中心点，可对圆形障碍区域进行编辑。点击圆形障碍物边界点，可调节圆形障碍区域的半径大小。